燃烧热量，动出好体质。欢迎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呢，希望增加你核心肌群的力量，希望增加你大腿后侧力量。在操作过程中呢，我们必须要先十足的暖身，所以待会在操作主运动的时候呢，希望你可以跟着我先把暖身做好，那我们才可以做到完整的主运动，甚至呢可以提升运动的效果。现在我们进入暖身，现在我们先进入到你的左边的臀部，慢慢的让自己翘个二郎腿在右边的大腿上，双手往前延展。好，我们连续操作八次，换右脚。好，先不要求蹲太低，我们只是尝试让你的臀部啊慢慢的暖开。最后两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尝试透过手的辅助，左脚慢慢的带到你的膝盖跟脚踝往外侧走。好，一样连续八个。身体保持直立，上来时候做吐气。好，持续感觉到你两边的髋关节外侧打开。好，完成八次之后呢，现在慢慢的把你的双脚打开。好，让双脚的距离跟肩膀宽个 1.5 倍，双手往前延展，慢慢的先往前推。好，打开来，慢慢带到小腿。好，上来做吐气，手延展，往前延伸，打开来带到小腿。上来做吐气，手延展，延伸出去，背是打直的，往后画个圆，带到你的小腿、脚踝，往下，上来做吐气，最后两个，延伸双手，臀部往前，臀部往后，身体往前，往后画一个圆圈，慢慢带到你的手，跟你的脚踝，上来做吐气，最后一个，延伸双手。臀部向后，身体向前，持续感觉呼吸，手画个大圆圈，带到你的脚踝，身体慢慢的往下，上来做吐气。好，接下来请你把你的左脚呢踩住，右脚轻轻的往外侧做个侧弓步。好，接下来呢手延展出去做个旋转动作。好，慢慢的回来，换边，左脚做躯干屈膝，右脚伸直，转向。好，我们再连续操作四次，右脚膝盖弯，左膝盖伸直，手保持延展，像在画一个时钟一样，从12点钟方向，左脚膝盖屈膝，慢慢的带到10点钟，再回到12点，再慢慢的回正。好，手放下来，原地踩一踩，动一动。现在我们要做前后的分腿，左脚往前踩，让前后保持在膝盖屈膝90度的状态下，请你慢慢的把你的右手举高，上下做移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膝盖千万不要往前推，好，都保持在前90后90。再一个，换边，右脚往前踩，前后的膝盖都保持在90度，左手慢慢的往上。上下做移动，六个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注意呼吸，吐气向上，吸气向下，六，好，回到原地，踩一踩，动一动。现在我们要开始让心跳率拉高。那在操作过程中，请你先要让双手呢保持在摆臂过程中，臀部往后推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试试看，让你的双脚开始跟着移动。好，回到原地，脚踩住，手继续快速摆动。好了，接下来试试看，双脚开始移动。好，再回到原地，再让手跟脚配合一起。好，再回到自然的抬腿跑，慢慢感觉心跳率拉高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注意
先让自己的双脚还有心跳缓和下来，原地踩踩动一动。在热身的过程中，尤其特别留意膝盖压力不要过大，所以每次在活动过程中，膝盖都不会超过你的脚尖，臀部都是主动往下的，臀部都是主动往后的。这样在热身过程中，你的膝盖压力会小一点，腿后侧、臀部都会打开。那我们准备进入到主运动。今天的主运动呢，会先从躺姿开始出发，好，让我们慢慢的操作。待会在下来的时候呢，请你让你的手跟脚保持在延展的状态下，让你的右手跟左脚同时往上延伸，记得上来做吐气的动作。那手跟脚有没有办法完全碰到呢？不是重点，请你记得目标在于你的对侧边的核心做个同时启动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运动。尽量保持同时的向上，在前后交换的过程中，头部微微的抬起来，但千万不要收下巴。眼睛都试着直视在你脚尖的位置，慢慢感觉到两边的侧腹肌开始燃烧。好，30秒之后呢，稍微让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休息缓冲。双手呢，现在抱在你的睡枕头枕骨的位置，手指记得收，双手记得交扣子，保护你的头部。双脚先做屈膝的动作，待会我们做核心的脚踏车。轻轻的右手肘跟左膝盖轻轻的做转动，慢慢的直吸。碰不到没有关系，尽量让自己保持轮流交换。5 4 3 2 1，完成之后呢，一样让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缓冲跟休息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直膝坐姿，一样做个核心的交换。双脚伸直，脚尖一样朝上，双手呢先试着让自己直手直臂的并拢，慢慢带到你的左侧，双手带到空中，轮流的转动。这个动作呢，千万不要出现驼背。那你可以感觉到，当你双脚并拢过程中，要保持直臂的旋转，两边的腹肌其实是非常吃力的。每个转动都代表一个呼吸。4 3 2 1，好，在完成3次之后呢，你可以感觉到两边的腹部开始燃烧。你可以先让自己做个简单的缓冲，比如说手跟脚先做延展，先让腹肌做个休息。好，那我希望你可以连续操作。那待会我们的目标一样，在腹部做个简单的缓冲之后，一样请你做前后的交换，右手跟左脚预备。上来的时候记得吐气，眼睛直直的盯在你脚尖的位置，同时向上。再提醒自己一次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下巴先收起来。2 1，好，一样先让自己的腹部做一个简单的缓冲，两只手一样先十指交扣，放在枕骨的位置，保护你的头部。双脚准备做屈膝，核心的脚踏车。5 4 3 2 1，一样，先让自己的手跟脚做延展，伸直休息一下下。调整完呼吸之后，再慢慢让自己往左侧躺，慢慢的起身，双脚直膝并拢，
双手呢先在你的胸口前方直臂伸直，好，左右交换，好，千万不要让双脚啊开始分开，持续保持并拢，上来的时候都一个吐气，每一个旋转都一个吐气，千万不要出现驼背，你的背肌还是持续的延展，把自己的脊椎往上拉长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让自己重新回到躺姿，好，让腹部稍微再休息一下。我们准备操作第三回合，手跟脚一样，先做延展，让腹部做一个延展的休息，调整好自己的呼吸。30秒钟前后交换腿，好，右手左脚预备，吐气向上，再提醒自己一次，手跟脚要保持协调，同时间往上，先不要动下巴，眼睛直直的盯你的脚尖的方向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稳定的休息一下下。你可以让你的双手再次回到十指交扣，回到你的枕骨，保护自己的头部，调整好呼吸，双脚屈膝，核心的脚踏车。好，每次转动都一个呼吸。哦，你可以感到两边的侧腹肌开始燃烧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下来休息。你可以持续让你的手跟脚先做个延展，调整好呼吸之后，慢慢的往你的左边侧躺，好，慢慢的坐直。最后一个循环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加油！双脚直膝并拢。脚并拢，手伸直，在胸口前方举高，轮流的左右交换，注意呼吸，每一个旋转，每一个转动，都让自己吐气。好，注意自己背打直，脊椎保持向上延展，呼吸保持有力量。感觉两边的侧腹肌开始燃烧，加油，我们快完成了最后五秒钟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在我们完成今天的主运动过程中，核心通常会非常辛苦，所以待会在伸展的过程中，尽量注意到两边的腹肌，尽量要把它打开。那我们完成今天的主运动，在完成主运动之后呢，尽量让你的肌肉在缓和运动过程中。让肌肉降温，慢慢增加血液循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先让你的左脚呢往你的右脚的外侧移动，左手慢慢的往上延展，先让你的掌心朝向正前方，用你的右手呢放在你的肚脐下方的位置，感觉核心是向内收的，慢慢的往你的右侧倒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做停留动作，尽量感觉到呼吸。好，尤其在我们经过刚刚的肌肉训练之后呢，通常会让肌肉疲劳感觉明显一点点。所以持续让侧边的肌群拉开，好，我们慢慢的转正回来，好，手放下，右手移开，脚踩一踩，换你的右脚带到左脚的外侧，好，先把你的右手举高，掌心朝向正前方，好，让你的左手呢放在你的肚脐下方，感觉到肚脐是往内收紧的，慢慢的往你的左侧倒，感觉右侧的肌肉在拉长，同时间提醒自己保持稳定的吸跟吐。由于在吸吐过程中，透过你左手的辅助，哦，感觉呼吸的力量。好，慢慢的放下你的右手，移开你的左手，原地一样踩一踩，动一动。现在我们要开始让大腿的伸展再明显一点点。待会的目标呢，请先把你的左脚呢，用你的左手辅助，轻轻的往上勾，拿你的右手往前保持平衡。
好，那如果你可以让活动范围加大一点点，试着让身体往前倾，但请你要试着保持平衡，手持续的往前延展，千万不要让你的左脚打开，记得保持合起来的动作。好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我们换边，先让你的右手辅助你的左脚踝。好，左手往前保持延伸。好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先保持平衡，注意呼吸。好，再试一次，慢慢的往前倾，让右大腿的伸展再深层一点。好，手的延展是为了保持平衡，也请你专心呼吸。好，慢慢的把你的脚放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完成今天的缓和运动。大家今天的运动状况好吗？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有个充足的暖身，还有好的缓和，所以在过程中希望你刚刚都有跟上，不要让自己跳下课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